登记到日关怀弱势族群，暨南救助甲社区净化活动的婚姻观福田慈善会，成立13档路，为着要鼓励这伫咧课业上优秀表现的弱势学生，慈善会特别伫好尾多功能中心，针对着好尾县内各中高中甲大学生，总共是179位的学生，举办着104年江浙学金的颁发典礼。理事长周世昌表示，希望社会关怀会当鼓励学生，迈过受到环境的影响，放弃未来课业。为了鼓励弱势学生认真读册，未来才有好出路，福林县福田慈善会特别颁发105年度奖助学金，勉励福林县179位学生。好，希望这个鼓励可以帮助他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不因为家境的变故而影响他努力学习，放弃目标，这是我们这一次助学金的用意。我们颁发13年了，前前后后我们帮助了学生跟个案，好，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所以我们希望继续努力，邀请更多人一起来付出，让这些孩子都可以得到鼓励。活动现场也表扬长期受福田关怀，并一个人饲三个孙仔大汉的王家阿妈。这三个囡仔嘛，无互你担心，无互你烦恼，非常的乖巧。并由孙仔皇帝来感谢阿妈对因的照顾。大声讲出来哦！阿妈感谢你。昆林县长李进勇、后备镇长林文斌、甲嘉联优线电视董事长柯兴慈，拢到现场参与活动，并肯定慈善会对社会弱势付出。这13年以来，咱做真侪工作，是可能政府部门较无法度通关照到的这所在。拄只看到咱分会的踪迹啦，吼，啊，不但是从事急难的救助，哦，对推动咱社会文化跟教育的也是着力非常的深。啊，我们也期待各位同学啊，在未来的事业、家庭啊，或者是学业上面，也能够对地方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很高兴代表公司参加今天这个福田所举办这个帮忙弱势团体的颁奖典礼，感到非常荣幸，也很肯定这个活动，希望更多的企业界、更多善心人士，大家来共同关心。慈善会10多年协助了1500多位学生，也帮助1000多个暨南家庭，会员一步一卡印，收集社会爱甲温暖。伊也希望受表扬的学生，未来有能力也来回馈社会。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